有天樱花再开，期望可跟你是爱。当天园林今天已换上半地青苔，如有天知地门外，乘电车跨过大海，匆匆跟你相望，一眼没理睬。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你十年前的暗恋对象在十年前的 Grading 被人抢走了，等我带你回到十年前啦。就是我想要的人，一般的人只是以为我喜欢的校花，其实他们全部都不明白我。我等了你很久了。哇，五六个同学真是能歌善舞，唱得又唔得。没错了，如果各位同学想拿回当日的比赛片段，可以在1月30号之前自备 USB 上去电脑室找我们的吴思龙先生。而且歌唱比赛决赛的片段亦都会 update 上 NYTV 的 website，大家可以到以下网址重温。波波子俊啊，你觉唔觉得高级组嘅班仔比赛似舞蹈比赛多似歌唱比赛？系咯，我都觉得。所以同学下年参加比赛嘅时候要留意翻呢一 part 啦。睇到咁兴奋，搞到我都想跳翻舞添。你唔好喺度献丑啦，要睇跳舞，梗系睇佢哋噶啦。
紧张啊，因为都是第一次要抛头露面去同人哋讲，即系同人哋跳。我初中学嗰时系好困难噶，本身系跟唔上噶，有时啲动作跟唔上啦，同埋节奏唔啱咯，跟住啲同学教翻我先跟得上，我好心急去比呢个赛。我哋都几辛苦，因为每日都练到好晏啦，起码八点零七点几度。总之我哋跳嗰阵时候跳得齐。跟得上拍子嘅，我已经好满足啦。其实攞唔攞奖对我嚟讲都唔系太过重要嘅。我紧张啦，所以比之前嘅表演咧就争少少，不过我就都好满意噶啦，系啊，而家未知道结果啦，咁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喺表演嘅时候表现到佢哋最好啦，咁我觉得今次表演我都好满意嘅，咁希望真系有奖攞啦，咁我都好心急，我谂今年我知道之前有跳开嗰一年嘅同学咧，我睇得出你哋有好有心机跳嘅，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深印象的对大家。咁嚟緊我哋仲有陆续有好多比赛。我知道大家都要用好短时间去记好多 step, 同埋每日都要练到好夜好辛苦。咁加油啦，咁攞赢一奖我就会请食饭㗎啦。中學，恭喜曬！我好唔開心，我唔明點解就係攞冠軍，不過係好開心，我終於有獎攞啦！今次有冇走到揾嘅冠軍，哇！真係犀飛你！我都好唔開心喎，因為真係應該冠軍噶嘛嚇，應該攞冠軍先啱，同埋咧好凍咯。我覺得今日好過上次個表演啦，同埋齊咗咯啲舞步，錯有錯著咯，有一 part 明明係全部一齊落嘅，跟住點知逐個逐個落，啲人仲要歡呼嗰下 OK 啦，跟住又甩咗啲咁樣咯，係咯，差唔多差唔多，有待改進，係有嚟緊嘅目標，梗係攞曬全部舞蹈賽嗰啲獎啦。我哋 Just Fun 舞蹈学会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下午三点钟会有一个比赛。是啊，他们会去元朗大剧院参加第46届的学校舞蹈节。各位同学拿完成绩表之后，如果成绩较为理想的话，不妨可以同家人一起去看的。那如果成绩不是那么好呢？成绩不好那你上年拿完成绩表之后会怎样？被老豆即刻捉咗翻去温书咯。咪咯，成绩不好咪好似你咁样咯，要多啲温书噶嘛。话是话啦，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